酒吧今日凌晨起每台只可以坐两个人，但就有酒吧冇遵从。夜晚酒吧几乎坐满人，要两个两个一台，设置胶板。不过部分人冇跟到新规例，一台坐咗四个人。呢一台更加系坐咗八个人，中间冇分隔。有顾客认为措施朝令夕改，觉得无奈。有人就認為為了防疫沒辦法，你特登上出嚟傾下偈，可能收工 happy hour 飲杯嘢傾下偈，咁咪好難坐埋一張台，又唔知道做咩，咁有啲無奈咯。你淨係永遠攞酒吧嚟開刀都冇乜用嘅，你唔通關咪係等死。而家淨係可以兩個人出嚟，對你自己嚟講大唔大影響？唔大啊，我好小朋友，即係唔好話歡唔歡迎，即係都係防御措施就是这样。再多